今天是2021年的1月4日，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了。正常，因为呢，我的所有的视频都是我的生命计时，以下的录影，包含老和尚的时空金球，其实应该无形无相。他之所以会以和尚的形象，以上辈子前世的这个形象去产生的话呢，其实呢，也是经过我的生命的经历必要的过程。好，那前面呢，我们现在是说带灵魂上行，灵魂是要往上，不能往下走的，不能往下走的。所以因此你的状况如果是已经开始拉肚子，所有会灵魂出体的人都知道，往上走，往上走的才是好，往下走的那个是低灵。你如果在出体的时候是往下滑的话，你经过的东西是不好的，看到的东西也是不好，所以拉肚子是不好的。那有些人说看我的视频会感到头晕或是什么的，那表示 your spirit is travel too far， 你跟不上。好，那因为我一直在前进，一直在进步，你如果跟得上的，那你就不需要我了，就不需要我了。那跟不上的自己想办法，因为很多人呢东看西看，从地上拿了太多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的恩典应该来自天上，不是来自地上。我们每一个人来这个世界上是应该来轻轻松松的做自己，快快乐乐的做自己，而不是说给人家去贴标签或是 judge 别人，哦，你比较好，他比较差之类的。那这种我没有空再多做解释。以下是我所有生命以及工作的计时，以上以下全部都是生命工作的计时，所以没有空再去回头再去解释所有的一切。所有的奇迹以及所有的客户的留言，很多是在我底下的留言，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大家会产生这样的共识性。共识性它有两个因素，一个是你过去一直没有整合的，一直 cast out， 表示有不干净的东西一直在这个。第二个是表示那个 tunnel 那个通道打开了，表示是时候去给予跟接收。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去拿人家的东西，一直去偷人家的东西是不对的，那这个我不再多做解释。所有从和尚出现到前世的出现，一直到最后整合成新的人格的过程，我们称为运灵魂上行的过程，圣父圣子圣灵，这在所有的东西都有记载，也在我的生命的计时有记载。那所有的疗愈，所有以下的留言，如果说那些不付钱的来偷东西的这种，对不起，我会把他这个留言都删除，把这种奇怪的留言都删除，看不懂，没有跟上，想要看一段3分钟视频就得到开悟的这种，也不欢迎。所以呢，我的视频呢本来就不是给人家听得懂的，因为全部都是我的生命的计时。生命的计时是不需要让人家听得懂的，我也不是来讨好观众的。以下是我在 channel 的状态。 channel 状态的时候，它会衔接的是上跟下以及一起往上带的状况，所以呢态度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以及用自己的方式来说话。所以你如果不喜欢我说话的态度，你不喜欢我的声音，甚至你不喜欢我的长相的，请离开，不要看我的视频了。那我是在做事情的人，一个在做事情的人，做事情的人与整合者是不一样的。我这个频道比较特别，我只是在记录我的生命没有办法解释的奇迹的生命的计时，包含我的 mentor Nicole Mars 协助我在我做完了一些手术之后生命得到的一些奇迹的转变。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尊重他人的智慧财产以及资产的。以下我会开始再说，那大家听不懂正常的。黑人是不是有做善行？一个人处理对待自己仇敌啊弟兄姐妹是什么态度？至关的影响，关键关键，对待自己的仇敌是什么态度？全世界啊，大家都绑在一起，绑在一起，像个球啊，地球是圆的。山河都是
天上。犹太人说啊，每个国家其实有每个国家的文化习性。犹太人讲啊，所有圆形的东西啊，不要带在身上不好。哎，奇怪，中国啊，在我们这个儒家啊、道家、佛家来讲，儒释道为什么释佛？哎，为什么拿个佛珠呢？其实是要我们时时刻刻警醒，地上的东西，我们藉由身体的训练可以往上。身体啊，很多的沉重，连接了自己的弟兄姐妹们。这个连接，修行道行越高的人，越是剪不断呢、啊，不可能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其实啊，都是身体啊，整棵树啊的一部分。树的分支长得脏了不洁净要剪掉，而其他一起影响整枝，整棵树枯死，生命树啊。大家的根本为同源，相煎何太急。病毒的变异以及转型，12月27号发现新型的病毒。丫头录了音乐，因为丫头唱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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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21年的人口数量变化，哈哈，瑞姐。去看我这个生命计时啊，在唱，哎呀，我上个月编的这首歌啊。病毒的转型，因为人类意识跟不上全世界衰变的速度，生命周期的衰变速度，太多的小循环连接到大循环，破坏了大循环，大循环就会重置。而人类这个物种，如果是唯一一个跟不上的物种，生命就会以自然变异的形式去淘汰这个物种。因为所有的物种都知道说，这个啊，在这个地盘上，在这个地球上面啊，哎，奇怪，这个物种啊，好像是个变异啊。自然的平衡，大循环，大周期。就会在这一波变异下，越跟不上的越违背自然，人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自然就会淘汰这个不法道，不法自然。圣经今天的章节讲什么？丫头，开支手机看看。今天啊，圣经章节我们还不知道讲什么哈，从头到尾。都是看一下fly mode 哈，丫头是尽量放木盒子，放在木头盒子里啊，这个东西啊伤身体啊，伤身体啊，太快太快了，很多人现在啊得用药物啊来让自己的身体平衡调节，大量的营养补充物啊。为什么包装包装包装一个东西在树上的，你摘一个芒果人就可以自然就可以自然生存的人啊，变得弄得太复杂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日的圣经章节。早上9:13录到现在6:49，圣经章节今日的 Bible Eurovision 大喜早安，看一下，刚刚打开的，
今天的今日经文，我们来念哦，诗篇第143:8，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Jehovah 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。我往你那里藏身，求你教我遵循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。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，耶和华，求你为我的灵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，凭你的慈爱剪除我一切的仇敌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。因我是你的仆人，人法道，道法自然，人法天定。Up is down and down is up. Genesis 第一章。So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. If up is down, if down is up.水就是空气，空气就是水，水不洁净，人的意识必不洁净。水不洁净，河川不洁净，盐便失了味，盐失了味便是人五色五韵五味重新整治的时间。人的基因跟不上，自然而然被淘汰变异。首先我们得人法道，道法自然，尊重大自然万物。虽然我们的身体的恢复将由丫头，要不要唱丫头编的 Speak is your ocean from your landCross the border, tells the only truth. Pain from the soul fills in your spine. 丫头冤枉啊！最近很多人啊，怪罪在丫头身上，说哦，不应该捐款给丫头。说丫头没做事，说丫头骗钱。也是啊，别人想你，别人发怒，天会整治，天会整治。一个不存在，一个不存在，别因为他没错，就是把思想开始讲的重点，你别善笑不久矣。长大要为他们默哀祷告，因为我们都是纽带的一部分。丫头啊，现在啊，别看没钱进来，别小看啊，人啊一直送进来啊，送丫头礼物啊，所有东西都是收的。一堆人啊，已经脱离了所有的金钱奴隶制度，来协助丫头，送了整个工作室给丫头，说要做教堂，给丫头盖教堂。在生命纪实里面，脸书上面都有放。丫头也不收啊，什么都不收，就收了这个。听到没有？李小龙啊，以前啊每天3:33起来，
凌晨3:33我们的脊椎有33条，它有一个有一种呼吸法是怎么样？Facial breathing， 去查李小龙这个中国人啊，远古的祖先啊，常被欺负。因为中国最早期远古以来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叫做朝贡制度。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啊，两边的文化，中西文化的相异啊，当我们把这个朝贡制度都拿掉的时候啊，自然而然啊，天会来搭救的，不见得送同一个人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学会礼物给跟收中间不要有贪爱贪恋。丫头为什么不收？对方有贪爱，对方有贪爱，我害怕有恐惧，所有的病啊，都来自贪爱与恐惧。叫做缠结 impurity， all the sickness comes from lack of love， fear， impurity， 缠结。 Giving and receiving， something missing in the air， 有时间跟空间不见了。2052年到2058年之间，世界人口数量会锐减。从2042年开始，圣经里面有讲啊，不要贴上日期，所以日期有可能会变化啊，因为要看大家是不是中间有意识到有改变的时候，最好就不要发生。本来说加州啊，要么加州有火龙卷的产生，那好一点，因为表示天还运作。加州没有火龙卷产生，在12月没有火龙卷产生，那另外一个东西就会产生，叫做疾病的变异，病毒的变异。啊，人呢、啊、还在用动物实验呢、啊，各种动物啊，猪啊，把它放在那里啊，牛啊，把它放在那里，去做这个，以为说可以预防。人啊玩啊玩不过天的。Translation， 今天翻译到这边，2020年的12